尊敬的诸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《群书之要360》，我们看贵德的最后一个条目11有恒，请看第157条：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，九层之台，起于垒土，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这句话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34《老子》，意思是说啊，两手合抱的粗壮大树是由细小的幼苗长成的，九层高的楼台是由泥土堆积筑成的，千里远的路程是从迈开脚下的第一步开始的。那么这一句话我们耳熟能详，主要提醒我们事出世间法的学问技艺都是一个日积月累的功夫。比如说我们看少林寺的功夫名闻天下，寺里的武僧啊可以飞檐走壁，那么这种功夫是怎么样得来的呢？怎么样成就的呢？我们看一些电视剧的时候呢，也可以观察到一些皮毛。比如说那些僧人去挑水的时候，都是用脚尖儿来行走，只要啊把这个木桶一扛上肩，一担到肩膀上，就不能够放下，一直挑到山上，倒入水缸里。而且在挑水的时候啊，在脚上还绑着沉甸甸的沙袋，这样一天挑几次水，天天坚持，天天坚持，就能锻炼脚上的力量，日久天长，才能够练就飞檐走壁的功夫。那么练气功的人，练太极拳的人，练八段锦的人，都有这个体会，告诉我们，练功夫，它是一个日积月累、潜移默化的过程，不是一蹴而就的。那么经过长时间的练习，才能够通过量的积累，达到质的飞跃。我们学习世间的技能，都需要坚持每一天的不中断。所谓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。你看打拳的人，这个拳啊，不可以一天不打。唱歌的人，他这个歌呢，不可以一天不唱，嗓子呢，每天都要练习。那像我们讲课的人呢，课也不可以一天不讲，而且呢，要到各个场合去讲，这样才能够熟能生巧，才能遇到各种场合都能够应对，不会怯场。像我们学校啊，有一位老师，他讲课呢，讲得特别好，学员每一次打分呢，都是全校第一。那有一次啊，我就去请教他，这个课怎么样才能讲好？他笑着回答说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多讲嘛。你讲的这个东西啊，熟得不能再熟了，熟透了，你自然能够得心应手，该长讲的时候长讲，该短讲的时候短讲，谈笑风生啊，应对自如。而且要各种场合去讲，面对各种观众。哎，有的时候呢，是给省部级的干部讲，有的时候还要到农村给那些不太识字、没有什么文化的老太太、老爷爷讲。无论学位高的还是学位低的，有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够听懂，这样呢才能够啊熟能生巧。在欧阳修写的《卖油翁记》中呢，也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道理。
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中学课本的典故，对我们仍然很有启发。陈康肃公尧咨善射，当世无双，公亦以此自矜。这个陈尧咨呢，特别善于射箭，他射箭的功夫很好，在当时的时候啊，没有人能比得上他。他也经常以此呢，有点沾沾自喜，常射于家圃，有麦油翁荷担而立，逆之久而不去。有一次呢，陈康肃公啊，就在他们家的场地啊练习射箭，有一个卖油的老翁把这个担子卸下来，站着那儿斜着眼睛看他，看了很久也没有离去。见其发矢十中八九，但微颔之。看到他射箭呢，射出去十支箭啊，中了八九支，他只是微微的点头微笑。康肃问曰：“汝亦知射乎？吾射不亦精乎？”陈康肃公看了之后就问：“您也懂得射箭吗？难道我的箭法不够精湛吗？”翁曰：“无他，但手熟耳。”没想到这个卖油的老翁啊这样回答，其实没有什么奥妙的，只不过是手熟罢了，熟能生巧而已。听到他这样的回答呀，康肃愤然曰：“尔安敢轻无射？”他一看呢，对自己这么精湛的射箭技术都不以为然，就有点不高兴，甚至很生气地说：“你怎么敢轻视我的射技呢？”翁曰：“以我酌油知之。”卖油的老翁说：“啊，你看呀，我从我卖油的经历就知道了，从我倒油的经验就懂得这个熟能生巧的道理了。”于是怎么样呢？乃取一葫芦置于地，以前覆其口，取以勺酌油沥之。于是啊，他就拿出了一个葫芦放在地上，把一枚铜钱盖在葫芦口上，慢慢地将油勺舀油注入葫芦里，自钱孔入而钱不失。我们知道古代的铜钱啊，这个口都非常的小，但是他把这个油呢从钱孔注入，但是啊钱却没有失。因曰：“我亦无他，为手熟耳。”于是啊他说：“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奥妙，只不过是手熟罢了。”康肃笑而遣之。陈康肃公听了之后啊，笑着就把他送走了。说明呢，他说的很有道理。其实，无论是世间的技艺，还是出世间的学问，都是一个熟能生巧、日积月累的过程而已。只要有恒心啊，都能够达到高超的境地。比如说我们看专业的歌舞演员，还有钢琴家，像体育的冠军，像体操冠军啊，乒乓球冠军啊，篮球冠军等等，为什么能够成为冠军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日积月累，每一天坚持训练，最后啊，他熟能生巧，达到了高超的境地。如果我们做事没有恒心毅力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那么无论做什么都难以成就。学习技艺是如此，世间求学问呢
也是如此。我们都知道李白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的典故。著名诗人李白啊，他小的时候读书啊也很贪玩，没有学成呢就半途而废，要回家去了。结果在路上啊遇到一个老妇人，这个老婆婆呢在磨铁杵。这个李白看了很奇怪啊，就上前去问说，老婆婆您磨铁杵做什么用呢？老婆婆说，我要把它磨成绣花针。李白听了这一句话非常的感叹，他没有想到啊能够把那么粗的铁杵磨成绣花针。所以呢他从中受到了启发，他回去之后啊接着读书，最后呢成为翰林供奉，也一举成名，成为我们国家呢唐朝著名的诗人。那么这些呢都是告诉我们，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学习世间的技艺，都需要有恒心，日积月累才能成功。曾国藩先生也讲到啊，养生与学历皆从有恒做出。养生就是我们保养身体，学历就是提升道德学问，都需要有恒心和毅力。如果没有恒心毅力，你看我们锻炼身体，今天起得很早，3点钟起床了，但是坚持不到3天又打回原状，这个身体啊就很难锻炼好。那么同样道理，我们做学问读圣贤书也需要日积月累的功夫，这个书啊要天天读。所以古人呢修行都有早晚课，早晨起来读一遍是提醒自己，晚上入睡之前再读一遍是用经典来反省自己，这样天天不停止才能够把自己的修身呢功夫提升起来。那我们尊敬的老法师呢也经常讲，学习汉学，学习传统文化和西方学习的方法不一样。我们学习的方法是啊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。为什么读书千遍就其义自见了呢？因为我们把这个书读了1000遍呀，我们的心定下来了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我们这个智慧是本自具足。所以大学上说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在心民，在止于至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本具明德，有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相好，无量的财富，这都是我们本性具足的。那么怎么样把这些无量的智慧宝藏开发出来呢？那就是要定，心定下来，智慧啊自然开启。所以我们古人形容我们的心定啊，叫心如止水，波澜不兴。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水啊起了大风大浪了，比如说我们生气了，这个水啊就像起了波涛一样，在这个波涛的带动下呢，这个水很浑浊，泥沙也在其中，所以啊对外界的映照啊就不清楚，而且是歪曲的。那我们把这个怒气呀压下来，但是呢还会有一些呢心念上的波动，比如说我们看谁不满意了，不顺眼了，有一点嫉妒心了，这个叫小小的波纹，虽然不像大风大浪那样对外界的映照啊是完全歪曲的看不清的，但是也会有很多些许的歪曲。那么只有我们把心呢
平静如水，一点波纹都没有的时候，对外界的映照才是如实彻底的。所以为什么说他心通是我们本有的能力呢？就是因为他的心很清净，他自己心里没有杂念，没有污染，所以怎么样呢？别人的心念啊，被他映照得清清楚楚，他就能够知道别人的想法。所以我们对事情看不清楚，没有智慧，根本原因在哪里呢？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于我们没有定力。所以大学上说呀，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知止就是我们看到财色名利的时候啊，要懂得放下，要能够看破，知道这些呢都是身外之物，这些东西呢都不足以啊成为我们追求的对象。古人把它称为身外之物呢，实际上是非常有味道的。为什么叫身外之物啊？我们想一想，我们这个身体都是刹那生灭的，都是啊由强壮变得衰老的，我们自己都无能为力，控制不了。我们想自己很健康，一点病都不得，我们能做得到吗？很多人做不到。哎，我们希望自己很聪明，记忆力很好，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，我们能做得到吗？哎，我们还是那么愚钝，别人告诉我们一件事，我们转头就忘了。我们连自己的身体都控制不了，都无能为力。请问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呢？所以这些外在的财色名利啊，更是控制不了的了。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呢，你就不会再想去占有，才不会想去获得，欲望就止息了。当然这个知止啊，也有人解释为你知道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，人生的意义在哪里，止于至善。我们人生的目的呢，就是自觉觉他，这两项都达到圆满，这个叫至善。如果我们知道这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目标，这是我们一生的价值所在，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呢？我们就知道应该去追求什么，不应该去追求什么。就像我们一个人要爬山一样，这个山顶是他的所指之处，他要所达到的目标。那么怎么样呢？在这一路过程之中啊，就不会被这个鲜花给诱惑，哎，又不会被好的风景给干扰，他呢就会一直啊攀登到山顶上去，不会被这些外在的环境呢所左右。所以知止而后有定，你就有定力了。定而后能静，有定力之后，心能够静下来，就能够安。安而后能虑，这个虑呢，不是思考，而是一种本性的智慧的开启。你看什么都很清楚。虑而后能得，那么这个呢，才是真正的收益。这个德是什么呢？这是把本性的明德给开启了，这个获得呢是最大的利益，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财色名利啊这些外在的东西。所以你看呢，我们修学提升自己的道德学问，也是需要长期的日积月累。如果忽视了这个功夫的话呢，那就不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。所以呢，
要精进不懈怠，才可能开启自性的明德。古人呢，也以有恒作为成圣成贤的基础。那么曾国藩先生还讲到啊，静字恒字是彻始彻终功夫，说明呢，恭敬心、恒心是从始至终都要保持的，丝毫不可以放松。正如《中庸》上所说的，道也者，须臾不可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大凡尽德，则持之以静，修业则真之以恒。凡是要想提升自己的道德，就需要保持恭敬心，而且要保持恭敬心时时刻刻，一刻都不能放松，一刻都不能够忘记。学问要不断的累积，也一定要有恒心。那曾国藩先生啊，是说到做到，而且这些呢，都是他的心得体会、心得报告。他每一天读书不间断。那么正是这样每天读经典不间断呢，才让他有那样的成就。我们知道曾国藩小的时候啊，天资不是很聪颖，记忆力不是很好。有一次呢，家里来了一个小偷，已经呢很晚了，他想趁着曾国藩啊读书累了，然后去入室行窃。但是曾国藩呢，在背诵一段经典，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啊，还是背不下来。结果怎么样呢？这个小偷啊就等得不耐烦了，他从屋顶跳下来，把他刚才所背诵的那一段经典从头到尾的给他背了一遍，然后就扬长而去了。所以你看这个曾国藩呢，确实啊，资质不是很聪颖，甚至很愚钝，记忆力不是很好。小偷都能够背下来了，结果他翻来覆去还没有背下来。但是他一生的成就啊，就是因为他有恭敬心，他有恒心，每一天读书都不间断，每一天做笔记反省自己。那么像康熙皇帝啊，在给孩子的教诲当中也讲，他自己没有一天不练字，不管呢朝政多么的繁忙，他还是一定要抽出时间练几行，所以功夫没有间断，才写出那么庄严的字。那么这个呢，是我们讲的这一条。我们看158条。故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；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河海。这一段呢，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38。孙清子，也就是荀子。这个跬步啊，就是半步的意思。古人行走举足一次称为跬，举足两次就是左右各迈一次，这个才称为步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不积累半步前进，无法远行千里，不汇聚滴水细流，无法成为浩瀚江海。由此可见啊，任何事情都是由小见大，累积而成，没有一步登天的道理。前面那一句话呢，是从正面来讲，这一句话是从反面来讲，告诉我们做事如果半途而废呢，那就绝对没有成就的道理。那么看到这句话呢，也让我们想到了岳阳子期啊断机力学的故事。
这一段话呢，在《道德丛书》中啊也有选录。最近呢，师父老人家呀，经常向大家推荐红画社啊印刷的《道德丛书》。这一套丛书编辑的很好，里面呢全都是因果的故事、伦理道德的教育，而且是用最浅显的文言文所写的。每一个故事啊都是短小精悍、言简意赅。这个断机力学的故事讲到啊，战国岳阳子远寻师学。远寻师学呢，就是到很远处啊去拜师求学，一年来归，一年之后呢就回到家里，妻问其故，妻子就要问他，你为什么回来了，才学了一年怎么就回家来了呢？阳子曰，久出怀思，无他意也。这个岳阳子啊就回答了，出行在外太久了，心中想念家人，没有其他特殊的事儿。妻乃引刀断机而言曰，此之始于蚕丝，成于机杼，一丝而累，以至于寸。他的妻子听了这样的回答呢，他很有智慧，他做了一个动作。什么动作呢？他拿起刀来啊就砍断了织机，说道，这些丝啊，这些丝织品最初都是从蚕丝中得来的，又是从织机上织成的，是一根丝一根丝的累积起来才达到一寸长，累寸不已，遂成丈匹，一寸一寸的再累积，才能够成丈成匹。今无断丝机也，则损成功，费时日。如果我现在呢，割断了这些正在织着的丝织品，那就无法成功的织出布匹，而且也会荒废时光。夫子积学，当日知其所无，以就宜得。夫子您求学呢，应该怎么样的态度呢？应该是每一天都学到自己所不懂的东西，以此来成就自己美好的德行。如中道归而废学，何意断丝机乎？如果你半途而废，那就同切断这些丝织品又有什么不同呢？你看呢，他的妻子为了教育丈夫啊，启示丈夫，把那么辛辛苦苦的织起来的丝织品都给割断了，他的这一个诚心打动了他的丈夫，于是呢他被他的妻子的话所感动。养子感悟妻言，复还中业七年不返。他回去啊重新修完了自己的学业，而且呢七年都没有回家。那么这呢都是得益于他的妻子的这个智慧的举动。那么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妻子呢确实是非常的伟大，非常的智慧。她对丈夫的爱啊不是出于情执的爱，每一天呢朝思暮想，而且呢必须缠绵悱恻，两个人相伴在一起，寸步都不能够离开，而是希望她的丈夫啊真正学有所成，能够成为一个对家庭对国家有益的人。所以自己呢宁愿在家呀哎等着丈夫归来。这个德行呢能够让她的丈夫啊非常的感动，而且也激励着她更加的勤奋好学。因为自己不勤奋好学啊，对不起自己妻子对自己的期望，还有啊照顾家庭等等
辛苦的付出。那孟子告子上呢，有一句话说，虽有天下一生之物也，一日曝之，十日寒之，未有能生者也。虽然天下有非常容易生长的植物，但是如果一日曝之，十日寒之，一日给它阳光，十日呢都冻着它，这样呢也不可能啊能够长出茂盛的植物来，也不可能生长得很好。那么这些呢都是反复的说明，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坚如磐石的意志，并且持之以恒。所以荀子也说，弃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；弃而不舍，金石可镂。那我们再看下一句，159句，九三，不恒其德，或成之修，不恒其德，无所容也。这句话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一《周易》。这个或呀，就是或许、也许的意思，表示不肯定。在恒卦的第三爻象征，不能永恒地保持美德，或许将蒙受羞辱；不能永恒地保持美德，必然丧失操行，无法立足容身于社会。那么这句话呢，是从德行修养的角度啊来说，要持之以恒的道理。正如毛主席所说的，他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。做好事修养德行也要坚持有恒心，否则的话呢也会将蒙受羞辱，甚至呢无法立足容身于社会。那么在孔子家语中呢，就记载子贡啊来向孔老夫子请教，说夫子啊，我可不可以休息一下，今天不用孝顺。夫子说，孝顺是做人的根本，怎么可以停下来呢？不可以休息。子贡啊，很难得，听了老师的教诲，就依教奉行。老师说不让休息呢，他也就接受了。他又问，对国君尽忠职守，负责尽职，可不可以休息一下呢？夫子又说，不行，这个事情太重要了，它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，怎么可以休息呢？那子贡又问，种田可不可以休息一下，这段时间不需要种。夫子又给他晓之以理，对他说不能休息。那么这个也不能休息，那个也不能休息。结果子贡就问了，那夫子，那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休息呢？夫子说，你看看远方，那有一个坟场，你到那个时候就可以好好休息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事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，人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人不到这一口气没有的时候啊，尽德修业都不可以休息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告诉我们呢，人开始啊闻听圣贤之道的时候，可能都是啊勇猛精进，决心也很大，勇猛的改过自新。但是做着做着呢，就不像起初那样精进了。所以有一句话说啊，学佛一年
佛在眼前，学佛两年，佛在天边，学佛三年，佛化云烟。这都是给修行人的一种提醒，能够啊保持初心，坚持不改，精进不懈，这个对于修行的成就啊是最重要的。那么同样道理，对于治国理政而言，领导者他能够啊慎终如始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在《贞观政要论慎终》就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。在贞观十六年的时候，太宗问魏征曰：观晋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，有一代两代者，亦有深得深失者。贞观十六年的时候啊，唐太宗问魏征，我看近代的帝王有传位十代的，也有只延续一代两代的，也有自己取得天下又自己丢失天下的，朕所以常怀忧惧，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，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，然不自知，卿可为朕言之，当以为楷则。我呢经常啊感到忧虑恐惧。为什么感觉到忧虑恐惧呢？就是看到历史上朝代的更替啊非常的频繁，哎，有的得了天下又失了天下，所以他当了皇帝呢也是战兢惕厉，经常的恐惧自己啊会把天下失去。那么他恐惧什么呢？或者是因为害怕抚养百姓没有能够做到各得其所，或者是因为怕自己心生骄逸喜怒过度，而自己又不能够觉察。所以请你啊为我讲一讲其中的道理，我将把它当成准则。这个太宗皇帝很谦虚也很好学，确实把魏征大人呢当成老师，经常呢向他请教。征对曰：是欲喜怒之情，贤于皆同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，愚者纵之多致失所。魏征回答说呀，是欲喜怒的情感人生而有之，无论是贤德的人还是愚钝的人都在所难免。但是贤德的人和愚钝的人区别在哪里呢？只是贤德的人呢能够有所控制，凡事都不过度，而愚者却恣意放纵，以致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那么后面呢他又鼓励唐太宗，他说：陛下圣德玄远，居安思危，伏愿陛下常能自治，以保克中之美，则万代永赖。那么他对皇帝能提出这样好的问题啊也是肯定，说陛下圣德高远，能够居安思危，所以也衷心希望陛下能够抑制私欲，善始善终，成就完美的功业，造福千秋万代，青史留名。所以你看呢，太宗皇帝啊之所以能够成就贞观之治，确实和魏征等大臣在旁边时时的提醒密切相关。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再看历史啊，有很多的为官者也都是熟读圣贤书的人，因为古代为官呢你不从小熟读圣贤书，你根本呢就考不上科举，
你也不可能出仕为官。但是每一个朝代也都出现了贪官还有奸臣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就是因为不恒其德，或成之修，无所容也的原因。这些人不是没有读圣贤书，不是不明白道理，但是啊，因为欲望太强，不能够克除自己的欲望，没有做到孔老夫子所说的克己复礼。所以怎么样呢？最后呢，就是啊，无所容也，没有办法容身于社会。就像明朝的严嵩，他的学识非常好，读书读了很多，但是他仍然是大奸臣，草菅太多的人命，心狠手辣呀。最后啊，皇帝啊也不想亲手杀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古人呢，对于大臣呢都非常的尊敬。那么你已经做了这么高的官位了，要怎么样呢？要给他留着一定的尊严，这样他才能够更加珍惜自己的官位，不敢随便的为非作歹。所以皇帝啊，还送了他一个金碗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他拿了这个金碗，但是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是严嵩，都恨他呀，恨透了，恨之入骨。最后呢，他是饿死了。所以你看他有没有福报呢？没有福报，怎么可能当到宰相呢？他有没有学识呢？他也读了很多的圣贤书，也是啊，出口成章啊。但是最后呢，还是敌不过欲望，才越走越偏。所以人最难战胜的是自己，最难战胜自己的欲望和习气。所以我们中国古人呢，特别的有智慧。你看这个寺院里大雄宝殿，大雄宝殿里供奉的是哪些人呢？不是战胜千军万马的人，而是战胜了自己的烦恼习气的人。比如说贪财、贪色、贪名、贪利，这些呢都是自己的烦恼。一个真正的大英雄啊，他一定能够克服这些烦恼，所以才能够成圣成贤，成为阿罗汉，成为菩萨，成为佛。所以人战胜自己是最难的。所谓的竞争，竞争啊，其实不是和别人争，是和谁争呢？是和自己争，是和自己的烦恼习气做斗争。没有别人能够把你打败，真正能够打败的是自己。所以能够战胜自己的人才是无所不胜的。那我们战胜自己什么呢？最粗浅的、最简单的来说，那就是财色名利这四个字。如果我们很贪财的话，我们一定要记住大学上的一句话，或备而入者亦备而出。我们这个钱财是以不好的、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的，那必将以不好的方式败散掉。德者本也，财者末也。德行是根本，财富、声名、地位，那全都是枝叶花果。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呢？应该懂得厚德载物，要积累自己深厚的德行，你这个根深才能够叶茂。德行很厚，财富、名声、地位就自然而然的来了，你不用去追求呢，它也自然而然的到了。所以孟子去见梁惠王的时候啊，梁惠王开口就问说，老人家，您不远千里来到我们的国家，
将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呀？开口就讲利。孟子怎么回答的呢？孟子说，王何必曰利，亦有仁义而已矣。大王您为什么非得要讲利呢？只要讲仁义就可以了。为什么只要讲仁义就可以了呢？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你只要讲仁义，讲道德，那么这些啊，财力、名声，全都自然而然的来了。所以《论语》上，孔老夫子也说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”我们办理政事呢，就像啊，这个北辰。北辰有两种说法，一种是北极星，另一种说法呢是北极所对的天空的方位。居其所而众星拱之，他居在那儿不动，但是呢，所有的众星都围绕着他。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，要办好政治，必须自己呢，首先是一个有德行的人，是一个众望所归的人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贪财、贪色。这个色字头上一把刀，这一把刀啊，绝对不是形容。这一把刀会把你所有的功名利禄削得平平的，让你一无所有。所以中国古人对于这个字呢，特别的小心谨慎，可以说是不敢越雷池半步。在尚书上也说，天道福善祸淫，天道自然的规律都是给善良的人带来福分，而给过分的人带来灾祸。这个淫呢，就是指对一切事情的过分与放纵的意思。当然好色过分呢，也会给自己招来灾祸。那我们看现在啊，很多高官纷纷的落马，最后一调查，90%以上都有女色的原因。那么官员好色呢，确实是给自己招致了灾祸，因为自己呢收入啊也很丰厚了，凭着自己的收入让自己和家人过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为什么还要那么贪，还要那么占呢？就是因为好色，为了满足这些女人不断膨胀的欲望，结果不断的去贪，不断的去占，最后把自己呢推上了断头台。当然这个好色呢对身体也有影响。像前不久啊，我们看到微信上啊有一个报道，说在某一个市，一条街上患艾滋病的人都是有很多很多。那么这一个患艾滋病的人都是哪些人呢？就是 KTV 的小姐。所以你看呢，如果官员好色，还要去啊嫖娼、找小姐等等，给自己招来的是灭顶之灾。贪财好色还有什么呢？好名。在《了凡四训》上说，名者造物所忌，是之想盛名而实不复者，多有其祸。在世间享有很盛大的名声，可以说是妇孺皆知、家喻户晓的人，但是名不副实，古人也把它称为德不配位。那么这样的人会怎么样呢？多有意想不到的灾祸，突如其来的灾祸。那我们这个世间呢，名声最大的人就是演艺界的明星，比如说歌星啊、影星啊等等。你去问现在的年轻人，说我们今年评了多少个道德模范，有多少个感动中国的人物，他们叫什么名字呢？
他们有什么感人的事迹我们可以学习呢？保证是一问三不知。但是你去问说《甄嬛传》的作者，《甄嬛传》的主角是谁呢？他的成名作是什么？甚至连他的星座是什么，都对答如流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影星、歌星对人的影响非常的大，他们的名气很高。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？很多影星歌星也没有接触圣贤教诲，没有用好的名声去做有利于社会的引导，传播的都是暴力色情的内容。如果这个电影电视剧没有一个第三者插足，没有一个情人小蜜再来一段床上戏，这个电影电视剧都演不下去了。本来我们心情很好，结果听了一段靡靡之音，你爱来我爱去的，就让自己很惆怅，心情很沮丧，意志很消沉。所以把它称为靡靡之音呢，确实丝毫都不过分。所以这些歌星影星呢，也很遗憾，没有学习接触圣贤教诲，否则他们用自己那么大的名声啊，去做有利于社会的引导，功德无量啊。所以老法师啊，经常提醒我们说，主宰这个世界前途命运的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是国家的领导人，一种呢，就是媒体工作者。像我们现在广播、电视、网络的从业人员，他们在播什么，在传导什么，我们的社会大众就接受了怎样的教育，受到怎样的影响。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播圣贤教诲，都讲《弟子规》啊，都讲《群书治要》啊，那每一个人的正气都被提起来了，他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知道啊，做善有什么样的好处，做恶有什么样的因果，他就不敢去做恶，而且是积极主动的去做善。那么这个对社会的影响呢，就太大太大了。所以圣贤教诲呢，确实啊，应该在社会上啊，大力传播。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而现代最好的教学工具就是网络、电视、广播、文艺作品等等。最后呢是贪利，这个利啊，就是凡是有利于自己的环境和条件都会去贪着。古人提醒我们要见利思义，见得思义，看到有利益有获得的时候，首先考虑它符不符合道义。如果不符合道义啊，那就是送给你啊，你都不敢要。那么这个呢，才是一个真正明理的人所做出的正确的选择。正是因为人战胜自己是最难的，战胜自己之后所获得的喜悦，所获得的成就也是无人替代的。那么这一句话呢，告诉我们修养德行也要有恒心，否则的话呢，就会给自己带来羞辱，甚至啊无法容身于社会。像张发厅长啊，就曾经分享过，他说从政的人不管有多少次成功都不算成功，一次失败就足以身败名裂。在人生道路上，我们输不起无数次成功后的一次超越法律与道德底线的失败。因为法律没有将功赎罪这一说，世界上也根本买不到后悔药。后悔后悔啊，那都是到后面才悔，悔之晚矣，一失足而成千古恨。
人生最大的惩罚就是后悔。正是古人看到了财色名利这些欲望啊对人的诱惑，所以把欲比作深渊，提醒我们面对财色名利的诱惑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呢？应该是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当别人拿着金钱美色来诱惑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自己站在悬崖面前。为什么呢？在悬崖面前一不小心一只脚踏进了这个悬崖，再想后悔，再想翻过身来，还可不可能呢？那就是不可能的了。所以古人说啊，立名于一世，失之仅顷刻。我们从小学到初中，到高中，到大学，再走上工作岗位，这一路走来都是小心谨慎，克勤克俭，励精图治，过五关斩六将，克服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困难，终于有了一个好的位置，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，可以为人民服务，为国家奉献，让父母安心了。所有的这一切啊，都是来之不易的。但是怎么样呢？失之仅顷刻。在一个诱惑面前，做出一个错误的选择，把持不住自己，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，付诸东流，那是在顷刻之间啊。所以看到这样的提醒呢，就是告诉我们修养德行啊，也要有恒心，要能够坚持，要能够克服自己的欲望，改正自己的过失，勇猛精进，不疲不厌。所以《易经》啊，告诉我们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这个自强不息啊，就是让我们效仿天道的精神。天每一天，太阳从东方升起，西方落下，寒来暑往，春去冬来啊，没有一天是停止的。所以君子人尽德修业呢，也没有一天止息的。那么这呢，才是真正的效仿天道，真正的自强不息。那我们第三部分贵德呀，就讲圆满了。下一次课我们讲为政，不足之处啊，欢迎大家批评指正，谢谢大家。